陕西，地处中国腹地，横连黄河、长江两大流域，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，也是中国饮食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。这里人杰地灵，物产丰富，烹饪历史悠久，饮食风尚特色突出。辽阔的黄土高原，充足的日照，昼夜温差大的特征，让这里的农产品具备了生长期长、营养积累丰富、口味甚佳的优势，也成就了陕西这个历史悠久、地大物博的农业大省。这里盛产小麦，面食是陕西人的主要食品。经过千百年来当地百姓的积累与创新，陕西小吃独辟蹊径，自成一家。包括西安的牛羊肉泡馍、石子馍、锅盔、凉皮等数以千计种类的面食做法和吃法，各式源于面粉的美食，不但见证着这里的人们对延续数千年的地域文化的坚守，更铭刻着他们对这些古老食俗的至真至爱。民以食为天，而美食又在屋檐中为创造他们的土地的发展，人们对制作黔州锅盔不断总结，不断改进。锅盔由从前的头盔烙制变为在锅内烙制，从原来以手揉面转变为用擀面熟得足道。大油让锅盔芳香四溢，菜籽油为锅盔增加了金黄的色泽，最终呈现给食客的是形似菊花、内瓤起层、口感酥松、层次分明的正宗黔县锅盔。虽说并不豪华高贵，但却十分走俏。作为老陕人家的四季家常食品，黔县锅盔